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，我是郑仲彩。截至到大约是七点钟的时候，各区的气温是介乎在18至19度之间的。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我们可以看到广东沿岸地区来讲是受到一道云带影响着的，这道云带我们可以看到是相对较薄的，所以日间来讲我们都见到多些的阳光的。咁睇翻風場預報咧，我哋可以見到啊，東北季候風係淨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地區噶，所以呢一區嚟講咧，天氣都會係較為清涼一啲，同埋明朗一啲噶。咁不過我哋睇翻啲電腦嘅預報，就可以見到咧，嚟緊喺本週嘅後期咧，東北季候風咧就會係有所緩和，而且咧喺日間嚟講咧，廣東沿岸地區咧亦都會變得係較為和暖一啲噶啦。咁而至於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方面咧，就會係大致多雲，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到咧係較低噶。日間咧就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係乾燥嘅，最高氣温方面咧會去到最高接近咧係22度，風方面咧會係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。而展望方面啊，喺嚟緊嘅兩三日咧都會喺啲部分時間有陽光，而且咧早晚係清涼嘅一啲天氣嚟㗎。呢節嘅天氣咧，我哋就睇到呢一度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再見。